有网友问我，15万要科技、动力、安全，还要好玩。如果你看到这台车，你的 DNA 肯定动了。大灯可以闻声起舞，还有这个直男靓女都爱的量子光电尾灯，你要是没点颜值啊，都不好意思开它上路。内饰啊，太显贵气了。看这个门把手，看它的皮质包裹，哇，这个挡杆都是水晶的。手机无线充电还带自动升降，不用怀疑，很多豪车都没有。而影酷的超强硬件才是真的牛。第一，中控14.6寸大屏，配的是8155芯片。第二，27个智驾智联传感器，儿童关怀、疲劳监测全都有。就是这个摄像头，车内的情况随时。车底什么叫做性价比，影酷已经完美诠释了。众所周知，传祺的发动机是出了名的，十佳发动机和十佳底盘巨浪混动更是不要小看，最大扭矩270牛米，功率125千瓦，智省快净顺五大优势，百公里油耗4.76升，真正的做到了强动力和低油耗的兼顾。买车如何能一步到位？未来科技先锋 SUV 影酷就能替你解决。